害羞腼腆啊，其实他的心中有很多话要跟妈妈讲的哦。Thank you.
友的真爸爸、志伟妈妈、怡君爸爸、易宇妈妈、宇豪妈妈跟嘉文妈妈，到前面就坐。那好，好，那现在我们请三年级跟五年级的小朋友进场。小朋友们呢，手上都端着碟子，里面放了要请妈妈、爸爸吃的东西哦。好，第一口要请爸爸妈妈吃苹果，要祝福爸爸妈妈每天平平安安、无烦无恼、都轻松。那你有什么话要跟爸爸妈妈要说的，都可以现在呢，再告白一次。好，第二口呢，要为爸爸妈妈们吃的是倒瓜，因为我是爸爸妈妈永远的心肝，当然啦，爸爸妈妈也是宝贝们永远的心肝，心头上的最爱。好，接下来，请你轻轻拿起花生。轻轻地放到爸爸妈妈的嘴巴里面，我们要祝福爸爸妈妈每天都有好事发生。好，给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大家一个校长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哇，苹果停，停两秒，来，苹果，对，这是温馨的时刻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请小朋友转身，来，还没哦，来转身，我们一起来个大合照，温馨的时刻，让大家见证这个感恩温馨的时刻。好，看镜头，一、二、三，笑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三五年级的小朋友，谢谢您，牵着爸爸妈妈回座位。帮我洗衣服，谢谢，还有谢谢你。
爸爸，我是雅
刚一直说他要出去，就是要那个，就不要让他出去。抱抱妈妈，祝福妈妈。好，在这个温
希望呢，我们小朋友跟妈妈都可以把这种感恩的心、愉快的心情呢，永远的留在心里面，让这种感动呢变成永恒。那你要怎么样？记得以后对妈妈很好哦。好，我给他拍啊。记得妈妈对我们这么好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，要以后呢，我要认真努力来回报伟大的妈妈。来看这里，问妈妈。来看这里啊，好，看前面呢，我们要拍张照片哈。小心不要被前面的人遮到喽，尽量擦空哎哈。不要被前面遮到喽。来，笑眯眯，笑一个哦。好。小心，要放好，要。